哦，这是尚未开光的样子。台湾是。到时候开完光哈，哦，让你们看一下，是完全不一样的样子。这尊菩萨开完以后变好好看了，慈祥哈，哦。嗯，我刚才在后面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贡品现在要怎么样？近看超帅的，我从荧幕里面看。我刚看他的脸型变。对啊。亚阿富，亚富的。
功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，不喜欢我们的影片